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迷斯拉。今天迷斯拉来玩的是小乐头上有神器。嗯，小乐头上怎么绿油油的？莫非小乐被绿了？这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Go go go， 不管了，让我们先上去瞅一瞅。这边一定要小心，小心能使万年船。鹅跳，鹅跳，鹅再跳，稳住。嘿，再来，再走。这边我们顺着藤蔓往上走，现在应该是走到小乐的嘴巴了吧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再走这里，再来。嘿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，跑跑跳，再来，再跑。这边还有背面，这应该是小乐的鼻子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啊，跳过头了，这次纯属是意外，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嘿，嘿，再来，嘿，我迷撒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还会怕他 ？No no no， 根本不存在。知道小乐在哪里了？眼睛，嘎嘎油，嘎嘎油，哇，一滴血跑酷，嘿嘿嘿。这边还是蛮简单的，看好的，看额顶，左摇右摆，直接过来。还有谁？问题应该不是很大。这边我们要走这里了，嘿嘿，下去。哇，怎么这么多小淘气？还挤我，这什么情况？你以为我的实力就这么多吗？让你挤我，我不从这里过了。看我摆段，再摆段，再摆段。这边的话直接摆段，难道它不香吗？这样直接就过来了。吼吼吼！点，我来了。像素，兔美美的，我的，月如夜的，还有小乐的。哇塞，好多炸族神器呢！不管了，我们要和它好好的玩一玩。首先在这个位置放一个它，然后再放个它。吼吼，我们离远看一看。嘿，哈，当当当当，哇塞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这边还有兔美美、迷斯拉、月如夜、花小乐的这个缩略图，还是蛮壮观的。那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儿了，那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